第五题，小明使用量桶测量液体的体积，测量结果计为 8.5 毫升，则他所用使用的量桶，其最小刻度为下列何者？我们测量出了 8.5 毫升，最右边的这一位叫做估计值，估计值的前一位叫做最小单位，所以最小单位就是在个位数，也就是所谓的一毫升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，则他所使用的量桶其最小刻度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一毫升。